来看个视频。来，今天挑战用5块钱做一道蟹黄拌饭。首先准备鸡蛋若干，打入碗中，然后将蛋黄和蛋清分离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窍门，用矿泉水瓶就可以了，看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准备咸蛋黄若干，将它压碎备用，然后将其倒入分离好的蛋黄液中，搅拌均匀即可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这道菜的灵魂料汁，首先准备好姜末，倒入料酒，一勺盐，一勺白糖，搅拌均匀 OK。 凉油下锅，首先将蛋清炒散，然后呢同样炒我们的蛋黄，不断的翻炒，当它炒成这个熊样子，就可以把蛋清也一起倒入锅内了。紧接着倒入我们的灵魂料汁，翻炒均匀出锅。你敢说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好了，这道色香味俱全的赛螃蟹您学会了吗？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欢迎关注我，下一期做什么菜也欢迎大家评论里告诉我。我是小熊酱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